2019年咧即将过去啦，12月31日呢一日咧，我就约咗 Wing 去咗整一啲我哋2020年好大件事嘅一啲嘢啦。之后咧会更加多关于我哋 CDCWHK49摆档有啲咩买啊嘅情况嘅 flop 啦。咁今日咧我哋就睇下夜晚我去咗边度食嘢。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、春日です。2019年呢已經是今天呢是最後的一天了。在這一年呢其實發生了很多事，香港發生了很多事，我自己也發生了很多事。現在這一刻，我又來到我的人生的一個谷底點了，所以呢都很鬼忐忑的，但是呢始終都是要熬過去。我不是太清楚，現在我是這個樂天王朝，但是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黃色的經濟圈，那就surf 過好像是沒有中立的，他們好像是呢小鹿就終於不再吃一些 cheap 東西了，都吃回一些叫做有品味的東西了，好嗎？對，上一次去樂天王朝已經是上年2019年3月的事嚟啦，同阿欣同卡神。今次嚟到亞蘭中心呢邊咧，其實想食牛角，但係佢同我講嗰張飛排到去40000多張飛喎，實在太多人啦，因為8種小籠包咧都驚中伏，所以揀咗招牌嘅，跟住食咗嗰個叫咗嗰個蘿蔔酥咧，好食。這個四季豆好味，但係今次我哋點咗薑汁嘅炒芥蘭，我都好想食呢個甜品啊！識咗 Carson 咧差唔多10年啦，得得咧都同佢食咗差唔多4年左右，所以希望繼續 keep 住我哋嘅友誼啦。2020年咧，我嘅生肖係犯緊太歲。健康會不會非常差，所以希望一切順利啦。叫做呢個薑汁的炒芥蘭，跟住有啲呢個京都肉絲，嗰、那個蘿蔔酥咧縮咗成個碼。呢碟菜咧最唔滿意係佢嘅份量啦，得個白泡好少，不過味道咧都非常之唔錯。開咗以為會好清淡，但系咧其實嗰個芡汁加埋個薑汁咧都非常之濃味嘅。到呢碟京都肉絲咧，其實佢係會附上埋呢個米。那個叫做米餅啦，係咪？總之嗰個米片呢張咁嘅嘢啦，好似嗰啲北京烤鴨咁樣食，但係咧就冇青瓜，冇甜醬，乜都冇。Carson 食到咁樣樣。嗰塊米紙咧非常之薄，好容易穿啊！咁另外因為冇咗嗰啲蔬菜啊，所以食落去咧就口味太過重、太過濃。我叫咗呢一杯檸檬薏米水，好彩就幫我舒緩一下個味道。這個蘿蔔酥咧真係好失望，因為比之前食嘅時候咧細咗好多啦。咁裡面嗰啲蘿蔔就太過少，一咬就已經得翻個窿，所以我就塞咗呢個京都肉落去食咯。小籠包咧，我就中意點呢個黑醋啦，加呢個薑絲一齊食落口。咁擺咗一陣，所以都凍咗少少，但係咧都非常 juicy 嘅。因為有人遲到啦，所以咧我就可以喺德德嗰邊咧幫我做咗呢個靚靚嘅 gel 夾。呢次係用咗佢新入嘅一個韓國 gel。
樂天皇朝必點的一個菜就是這個鮑魚炒飯，真的很好吃，我推介的，真的非常之這個多飯燒香啦，又我不懂得形容，真的很好味，一個醬油上海伊麵那陣味咯。我終於吃過個鮑魚了，今次可以，但是我就覺得好像吃一個擦子膠一樣，no。最搞笑咧 ，Carson 的燕窝之神嗰张嚟补好爆到拼噶，今餐埋单啦，一人大概160元，都几饱嘅食得。之后去咗行罗坊咧，一出到嚟好多黑镜啊，之后仲拍埋 TG， 突然之间我闻到系咁咳啦，又流晒眼水啦。9点就赶我哋走啦，太过分啦，实在。2020年咧，希望大家过得顺利，过得安全健康。五大訴求缺一不可，我哋香港人一定要加油。我哋呢場仗咧，仲要打到去今年嘅暑假，所以必定要安全